still tease. I know that everything is gonna change. Even the friends I knew before me go. But this dream is the life I've been searching for. Thought of believing that I was the greatest. My life was never gonna be the same. Cause with the money came a different status. That's when things changed. Now I'm too concerned with all the things I own. Blinded by all the pretty girls I see. I'm beginning to lose my integrity. Sometimes in life you feel the fight is over. Over. And it seems as though the ride is on the wall. Yeah. Superstar, you finally made it. But once your picture becomes tainted, it's what they call the rise and fall. I never used to be a troublemaker. Now I don't even wanna please the fans. No autographs, no interviews, no pictures. Endless demands. Gave in the vices that were clearly wrong. The types that seemed to make me feel so right. But some things you may find can take over your life. Burn all my bridges, now I've run out of places. And there's nowhere left for me to turn. Been caught in compromising situations. I should have learned from all those times I didn't walk away. When I knew that it was best to go. Is it too late to show you the shape of my sometimes heart? Sometimes in life you feel the fight is over. Yeah. Over. Yeah. It seems as though the ride is on. The riding's on. So you finally made it. Once your picture becomes tainted, it's what they call, what they call the rise and fall. The rise and fall. Now I know, I made mistakes. Think I don't care, but you don't realize what this means to me. So let me have just one more chance. I'm not the man I used to be. Used to be. Sometimes in life you feel the fight is over. The riding's on. So it's what they call the rise and fall. Sometimes in life you feel the fight is over. You know when it seems as though the ride is on.晚上好，Hello， 晚上好。Wanna put 10 shots in my brain. I bet you muscle things can't change. So it's all the same time I'll take. But you just ain't playing a phone call. Girl, that you fuck with killers. Girl, that you Hello 呀，晚上好。我声音小吗？现在？我声音小吗？
还可以是吧？嗯，谢谢这个是谁的老婆啊？送的，然后还有这个笨蛋，还有老师。我瘦了一点点。声音很小，音乐声还要再小一点。好，没有，现在还是今天刚到129。嗓子也不疼，那我就不放音乐了。今天为什么露脸了？因为我有病。给你写作业的动力吗？你写作业还要动力啊？你写作业，你作业没写完，不就老师找家长吗？你最近感冒了，需要换季了。你看见我就想笑。音乐还是来一点吗？为什么你一看到我就想笑？为什么？直播就是不露脸的话，你们不也知道我长啥样吗？还非得要露脸呢？哦，这个吗？这个是我妈妈给我的。好久不见，眼神迷离。哼是吧？不是，我一直播脸就红。行，不开音乐了。我感觉啊，还是不露脸比较好。我一露脸，我不知道说什么了。现在，哦，我不放音乐了。行，我不知道，我之前直播的时候，反一直播我脸就红。看见美女红了，哪儿呢美女？你是吗？
我也觉得语音不错，好像凑近点，我凑近点，凑近点，也就是说离得太近了。海宽弟弟好，你是比我大是吧？哦，你比我大几岁？这个笨蛋是我的发小。你想跟我刮胡子，是什么意思？你也是个男的是吧？你也是男的吗？你想跟我一起刮胡子，啥意思？啥时候出歌？明年吧，行不行？我今年就先不出了。我露脸你害羞啥？我又没看见你的脸。哪个笨蛋啊？就是榜一的这个男生，他是我发小。是想给我刮胡子，我胡子刮了呀，我胡子差不多了。昨天季里在模仿我，模仿我啥？模仿我唱歌吗？你第一次看我直播呀？好，我之后我可能会语音直播多一点。我这个视频直播我不知道说啥。谢谢谢谢，冷却多情选，多情险。谢谢尊的车。刚进来路过，笑死了。是很有趣吗？你发小都83了？没有吧？我看看他写的是83吗？好，没有没有没有，他跟我差不多大，42好像是差不多。哎，谢谢老师，这谁发的红包啊？谢谢吴静夏发的红包。啊，我先补睡。模仿你唱歌啊？啊，对，不是，就是我，对，我在疯狂找话题。我唱歌，我唱歌跟我说话不太一样，啊，哼，你那里热吗？不热，我得喊你们哥了。你本来不就应该喊吗？你本来不就是岁数就小吗？不是。什么宝？他说这个吴静夏说红包领了不要忘了卡灯牌，啥意思？就是领灯牌上灯牌是不是？还得撑时长，你说一个小时吗？哦，我
我觉得我正常如果露脸的话，我感觉跟你们够呛能播到一个小时啊。你不会唱《知否》吗？我会。欲数风流，虽不想残酒，哈。拿我怼人的气派来聊天更好。那你们现在也没有人说我呀？有没有想过给你的自己演过的角色写歌？没有想过。不不不，本来你们在喊我姐，你多大呀？你没有写年纪，你十七能叫我叔吗？差不多吧，行吧。我弹钢琴一般，我弹钢琴业余里面算凑合的吧。最近有什么工作安排？就是在组里面。我没有猫，我拍照的那个不是我的猫，我跟猫可能不合。其实你可以切换语音再聊的。好，晚安晚安，你睡吧。你78了，叫阿姨。你是78年的还是78？我觉得你可能是78年的吧，是不是？谢谢无尽夏的这个卷轴。你的脸好长，我的脸是挺长的。你是想让我怼你，还是说你说的是事实？你是想让我怼你吗？不是吧？你应该说的是事实，是不是？明天军训了，晚安，晚安，你睡吧。你弹钢琴的时候特别高贵，谁弹钢琴不高？弹钢琴主要是你得稳稳当当的坐在那个地方。狗狗为啥叫 Chisen？我起的，但是我为啥，我有点忘了。喜欢听你弹琴，谢谢你。那你应该从小就。那你喜欢弹钢琴吗？你好，结婚行不行？不行啊，不行。你才17岁，不行啊。还有联系吗？有呀。谢谢无尽夏的这个日落。在泰国，个人独唱那个名字叫 R，是大喜的歌。大喜和那个哥们儿，我不认识那个哥们儿，我认识大喜。钢琴考英皇了没有？我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那个考级。英皇的话应该更厉害吧？儿子弹琴10年了，哦，那你应该弹到，那十级应该早都过了，是不是？那应该差不多到了，弹上肖邦幻想进行曲肯定是已经弹了，你应该是在弹肖邦的练习曲，是不是？OK，那我给拿走。吃多犯法吗？不犯法，但是吃多了。吃多了，胖啊！吃多了，是日出啊。那你的日，
那太阳放在那儿，你也不知道是日出还是日落，都一样啊。天呐，比你小，比你小不是很正常。我也是阴邪的，长笛六级哦，那你挺厉害啊，梁老师。梁老师，我好像我怎么感觉我在哪儿叫过？你在谈哈农，那你应该是刚学一年是不是？岁数够了结婚不行啊，不行。因为你呢，因为你关注了200多个人，你说不定能跟这200来人都好。减下来了吗？没有，快了。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是骨头的问题了，现在。太瘦，不，你等古装那个半生之后，你就不觉得瘦了。你现在可能觉得这样是有点瘦，但你扮上古装了，一点都不瘦。哎，谢谢，真的爱你。谢谢，谁送的？真的爱你。你好，谁送的来？这是。你原来签的是贵州的经纪公司，不是呀？我没有签贵州的经纪公司。钢琴比吉他好学。你是，我承认吉他的指弹也是挺难的，但是你要说钢琴比吉他好学的话，我觉得不是太对。我知道你的意思是，钢琴按这个键子就能出这个音，是不是？但是吉他也是按这个弦也能出这个音啊。你要说钢琴比，比二胡。比小提琴好入手，那是对的。但我觉得你要说好学的话，我不太赞同。还是吉他更容易，我觉得吉他指弹是很难的。我咋个引起你的注意？你现在就已经引起了。真的，你爸和你是真的。我爸和我咋的了？你说啥呢，在这儿？还养宠物吗？其实妈妈在养，现在。我脾气不是太好，我脾气倔。您的女儿很喜欢我是吧？啊，那您女儿应该也是上初中高中啥的是不是？啊，看到你了，要好好学习啊，让女儿。哎，谢谢老师的兔子，谢谢这个这个叫囚徒罗的稻草人。要不送我，你来养？不行，你养不好的话，它容易拉你身上。Hello 呀，谢谢最美的。车啊，我专门读屏幕。哎，谢谢这个，这谁哪个小孩送的？这是什么东西？这什么呀？这是水壶。这谁送的什么啥？我是属狗的啊。是匡哥，高二我想学个乐器，有推荐吗？乐器的话，我觉得你学，我想想啊。
我觉得高二你学钢琴也可以啊，你学吉他也行，你学萨克斯也行，萨克斯也可以。哎，谢谢胜利的666啊，胜利来了啊。最近有拍戏，我最近在那个《永安梦》的那个剧组里面。西沉，你这西沉这俩字一个字都没有打对。学吉他吧，学吉他的话，就是前一周的话，你得让你的那个手指，就是承受住，那个，得魔术剪子才行。晚上讲故事，我今天不讲了。刚刷到唱伟大的作品，真好听，谢谢你。看你这个发型，想到了布偶猫。怎么的了？我这个，我这头发像布偶猫吗？你要说我像狗也行，怎么能像猫呢？为啥脸这么瘦？我就是剪的呗。你这个局促的样子，我咋了？局促，我怎么了？宽哥咋练的普通话呢？我普通话也没有特别好，我就是练的，就是台词课的时候呗。我脖子上挂的是我妈妈给我的，就是。不要分心，专心做演员，你演得很好，谢谢你。我还在坚持呢。今天不当，就是今天发型有点乖，不是我平时我不会弄的时候，我的发型就这样，就这样。这个分叉，我分叉咋了，兄弟？我这分叉怎么了？你清华的呀？叮咣一顿锤，这哥们儿是清华的，你好厉害呀，你学习这么好。宽哥，你今天这个口音我也学会了。什么口音？东北的吗？你能听出今天东北，今天有东北味吗？我最近听了一首歌，我特别喜欢，但是我唱不上去。The Weeknd 的那个 Die For You， ，看到了，我看见你了，我刚刚不就念了你的那个弹幕吗？我看到你了，属狗的人性格挺好，你怎么能说你性格不好？不是，我性格有点倔。你爸妈会不会不让你晚上出去玩？我小的时候，我基本上了大学，反正回家只要是天黑了，我妈一般不怎么管我，但是我爸他会给我打电话，就说儿子搁哪呢？我说我在哪儿呢。啊，爸没啥事儿，就是问问你用不用去接你一下。啊，我说没事吧？没事啊，跟谁搁一块儿呢？然后就说跟谁谁啊，那不用接哈，大概几点回来？我说大概几点几点，对吧？啊，不着急啊，不着急，爸就问问，不急，不急，但是得问有谁，大概几点回来？天黑了得打个电话。怕我走丢了，不是，我主要都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我爸可能还会问问我，关心关心。
看你名字猜猜你是谁的粉丝，我猜你是我的粉丝，我猜错了吗？我爸一般，但现在好像，哎，现在好像也是，反正我只要是回家，我爸就会问，就是天黑了般会问我在哪儿，然后用不用接我，啊，因为我家那地方基本也不用什么开车呀，基本就走一走就到了。你初恋属狗的白羊座，哦，白羊座，德华也是白羊座，我发小那德华也是白羊座。嗯，白羊座火象星座可能都是，就是吵架的时候可能，或者做什么事情可能会有点，就是今天有的矛盾今天一定要解决这种。您这个中分是在干嘛？谁呀？这是？哎呦，这季礼呀，季礼来了！哎呀，季礼还真的是，想知道季礼是否来了，只能在他的就是里面的弹幕看到，肯定是在榜前三是肯定是看不见的。中分发型不好看，一看颜值，那我咋整？那我戴个帽子，那我在屋里戴帽子不是有病吗？那我这头发，我这头发也不行，我这头发吹完就这样了，嗯，没办法，就只能这样了。我们今天可以，我们今天可以去啊、哦！我们今天可以那个什么，可以成语接龙一下，哈 ，OK。但是我不知道万三在不在。哎，万三在，让我看一下啊。我们可以成语接龙一下。观众连线是啥呀？观众连线是啥东西？我看一下这个聊天室啊，哎，不是，不行，我不，你们得申请才可以，你们先下，这怎么能申请啊 ？Hello，Hello， 等一下，我需要。我，你们先下啊！你们先下，重来。哎，来了，你们怎么下来？哦，你把手机关机就下了。哎，你们先下啊！你们先不。好了啊，我看看啊，因为。万三要是在的话，我得先把万三整上来。万三不在呀、啊。那我这，哦，我就先上一个，然后再上一个，我再上一个。哎，你们还都挺懂事的哈，都知道安静，挺好的你们。还是我没给你们开麦啊？
是我们自己闭的麦，宽哥。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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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好。你看一下啊，现在是几个人了？一、二、三、四、五。宽哥脸咋了？我脸咋了？我脸有问题吗？我在。嗯，然后最后一个，我都要听，哥先，是够了吧？嗯，好了。好卡呀！现在卡了吗？是我自己卡吗？你是谁呀？哎，怎么走了呢？你猜我是谁？等会儿啊。那个万三在的，万三在的，他好像没连。哦。那我邀请他一下，我可能是因为没看见。来了，哎，是不是季礼也在呀？来了来了。哦，哎，季礼也在是不是？还能再把季礼拉进来吗？拉进来了。好了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从我开始，然后蓝曦月，然后 G， 然后双蓝，丽丽乐，然后万三，好吧，我开始了啊。等一下，你先告诉我是要干嘛？我刚进来。开始啥呢？不是成语接龙吗？不是。他们都要玩成语接龙、哦，然后就看聊天室。对。好的。哦。那个季礼，等一会儿淘汰一个同学给你拉上来，你先别走啊。好了。我开始了啊！我开始了。好，我先来啊。三吹六照，好，下一位，来朱月姐。刚卡了，我没听清楚。三吹六照。蓝曦月，到蓝曦月。啥玩意儿？少年得志。啊，少年得志。然后，啊，这啥说啥了？我们注意少年得志，志不在此。什么？此？志不在此。志不在此，好吧。然后下一个。有点卡，到下一个了。有点卡，下一个是谁呀、啊？双蓝。有点卡。双蓝卡下去了啊！哎，卡不卡？是双蓝说的吗？刚才？对。不是不是。我以为他下去了。哦，是绿的，双蓝是卡是吧？那卡你就下了啊、哦。
那我从头说吗？还是此说？哎，等一下啊，季礼是不是在呀？我把季礼邀请进来。哎呀，季礼来了，那从季礼开始说吧。夫复何求？那个，等会儿啊，你要说了的话，你给我。突然，知道我了吗？Hello，大家，Hello。嗯，夫复何求？然后丽丽开始说。哎，我为什么不得？我为什么不能露脸啊？很烦，我今天全妆哎。求之不得。嗯，下一个，乐的。得，你在听我说话吗？啊，听不见。是，来我下今一天全妆了，为什么不能露脸？接不到。什么？得。接不上啊，接不上。嗯，不好意思，你被淘汰了。下楼啊，倒计时啊，我不能看弹幕啊，昧着自己不能昧着自己良心啊，四、三、哦，二、一。德高望重。没看弹幕是吧？好，来，嗯，种种，种瓜得豆。刚那个，你要是多余说话就踢了啊。众目睽睽。好，你在说我呀？嗯，你那么凶呢？来下一个，来西月的。喂，你还没说呢。啊，对呀。哎，这怎么有一个人走了？直接卡掉了，应该是。该你了，康哥。啊，到我了吗？对，葵啊，啊，众目睽睽。葵内葵花宝典吧，葵花宝典，嗯，这是成语吗？葵花宝典不是成语啊，你听没听过？对啊，不是啊。那三吹六哨是吗？那我头儿我都起了。是，算。算。葵花宝典。点。嗯。我的天！五、四、三、二、一。我还真想不起来。哎，那个露脸的这个下，这好像你好像像有病似的，真是。我今天全妆，朋友，我今天全妆。哎，那个蓝曦月自己下了，我没说让，哎，结果我说露脸的下，我没说让你下。行吧，那我到我们四个了，那我们四个了吧？我们五个。哦，我们五个，那你再起头吧，起点。那我今天眼妆化，哦，我起头啊。你看，哎，800标兵。800标兵。800标兵，兵不厌诈。诈。不能看弹幕啊。五、四、三、二，哇，想不起来。渣渣渣渣都可以，把的都赢。不行，是吧？渣渣渣渣都可以啊。五、四，咋咋呼呼，咋咋呼呼，行。行，来，那你要这么的话可以来继续咋咋呼呼来呼。呼。五、四、三。万三。分。该我了。啊，你注意力集中一点。我以为是乐呢，我呼伦贝尔，呼伦贝尔，这个也可以啊。尔虞我诈，又回来了。到你了，化妆那个呢？诈，咋咋呼呼，
说过了，说过了，这个说过了不行是吧？啊，炸炸炸炸炸炸炸的不行，什么玩意儿？炸的炸的炸炸炸炸的炸，五炸四三。乍暖还春，行，对不对？这是成语吗？哇，乍暖还春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同学？春暖花开，开开心心，心心相印，印贼作父。你这东北话呀、啊？你这个还不如我的炸的不行呢。印贼作父一样。夫妇何求，上一把的不算吧。一个是又是求，一个是互相伤害。互相伤害。求同存异。哎呦，这成语真好说的。意义非凡。凡。五。四。三。凡夫俗子。子字里行间，煎炸烹煮。这算吗？算都就玩赖来，玩赖来。那哇哦，是个动漫，是个二次元，朋友。猪突猛进都来了，我啥呀？猪突猛进，你知道吗？鬼灭。哦，那行吧。进一思迁。那不是见异思迁吗？对呀、啊。进，五，四，三，二，一，进来进去一下，你这个跟一二三四是一样的，你跟这不行啊，进来进去不行，还有作弊的权利，同学下吧，进退两难，那好，进退两难，难。男大当娶，女大当不是娶娶娶娶娶娶娶，五四三二一，你下吧，我下了，你下吧，太快，你下吧，你接不上，五去雷三。不行，去二一，下播，现在下播，快点！我没了。曲高和寡，取之不尽。没有，我没了，然后就你们四个了。现在，到记里了。你输了，谁输了谁不是要下播吗？那我不说话不行吗？那我下播不没了吗？好吧，我开头是不是？往事如烟，往事如烟，烟消云散，散，五，散，四，三，三心三意。
三心二意，三心二意，三心三意。三心三意，八心八箭。该我了，义薄云天。天，谁云天？义薄云天。谐音梗。哦，到我了是吧？你淘汰了。天，天天向上。天天向上。那么有意思吗？上蹿下跳。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朋友，幼儿园水平。去也匆匆，匆匆而过，过目不忘，望穿秋水。哎，快点睡觉去吧。不相信你们四个。水深火热。热带雨林，零三秒到几十啊？现在变三秒了，三零零总，零零总总啊，零零总总是成语吧？零零总总是，来下一个，总总。三中二，好吧，想不起来了。再见，乐乐，欢迎你下次来海宽的直播间做客哟。万三儿，到你了，万三儿，乐乐，穿越火线，啥时候了？啊，刚刚是谁输了？嗯，谁输了？刚刚是谁没接着？输了。乐输了啊，那我重新开始呗。你们三个了现在。穿越火线。穿越火线。现在。快倒计时。三。二。先来先到。先到先得。到底是哪个？先到先得啊。得。得意洋洋。嗯。羊。羊。三。二。羊。养尊处优。嗯。有点东西。必须的。我接词儿了。你说是有点。有点东西。我靠。你还有点大病，你好像。有点东西。西西西三二一西，我教你啊，西城哥哥 ，Holy， 哦，你觉得你特别搞笑，是不是？Lesolili 没了，被淘汰了，可以得下。Lesolili 可以，你下次再来直播间做客。好，丽丽下了啊，再见，拜拜。我被淘汰了吗？我不是说西装革履了吗？你在三秒钟之后了。反正我没听见，他们其他人听见了、是吗？我也没听见。是的，是的。再见，好吧，好吧，拜拜，拜拜。欢迎哦，下一次再来哟。来，就剩你俩了，快点，你俩快点。三儿，你俩玩押韵的吧，快点来押韵来。一二三四，是不是傻？傻了吧唧。鸡。嗯。押韵就行了是吗？你就能接上去。我们两个人，我觉得押一个快一点的，我们两秒钟就过，我们直接押最后一个字儿一样行不行？四个字儿。不得压双压，必须双压。我必须双压，是不是？就是必须双压，就得带说带你回家，就是这种。哦，就是、必须双压，我带你回家。来，你出个题目，海宽。哎，我说啊，巅峰对决。输了退学。
给你点点掌声啊，输了退学可以。嗯，拉屎冲水。什么玩意儿？退学？你怎么冲水了？退学？不，你就得嗯啊，得这个样子才行。嗯啊，你冲什么水？不行，半梦半醒，接不上，接不上了。你记不上啊？输了退学。嗯，搞点，喝了喝，打点醉拳。嗯，原输了输了退，输了，等一下，输了退学，哭了随缘，怎么样？我自己跟自己玩，我下播了。行了，你下了吧。你今天你我一个输，你为什么没卸妆、啊哎？现在这我很累。我这人说的好，拍案叫绝。哎，拍案叫绝可以。打压了。你为什么没卸妆呢？因为我刚工作完，然后躺了一会儿。哦，你给我刷点礼物吧，海阔。我咋给你刷呀、啊？我自己直播间我咋给你刷呀、啊？万三哥哥，要不要给我刷？说着玩的，说着玩的。好，回来，我刚给你刷了56个小星星啊，准备撤。你啥意思啊？啊，没有什么意思，我只是告诉你，我给你刷了56个小星星而已。我说了，在你这一分钱都不花，但是我还是花了56个小星星。就是你厉害呗，其实。好，嗯，有一点，行。给你就啊，所以最后我赢了是吧？算是吧，对不对？算是我赢了。嗯嗯，礼物就是你下次直播的时候，我给你刷，嗯，刷个666吧。不是不是不是，我赢了，没有任何人在你这赢了，没有任何的，就是。仪式或者什么之类的吗？不是，你不是有参与感了吗？都已经，不是这个，不都已经玩这个游戏，不让你进来，还让你开摄像头了吗？哦，开摄像头是奖励我的。那你以为谁？你开，大家都不开，就你开，你搞特殊。那好吧。啊。而且现在我也没有办法跟你 PK， 你在？我不跟你 PK， 我打不赢你。好，行，那我走了。行，你走吧。记得想我哟。哎，你怎么跟亨儿就你们这些男的都怎么的了？嗯？啊？怎么的了？亨儿上次也是。嗯。然后你也是。醉话。你就整这事儿都。你喝了什么事儿啊？给你整什么事儿了？喝了，没喝，没呢，昨儿没喝，昨儿喝了。啊，好，走了，好，就只是跟你说一个，记得想我啊，可以吧？为啥呀？我想你干啥呀？你多点啥？你说想哭就叹气。想起你就写信，情绪来了就不用再安静。你说爱了就确定。我给他禁言，让他唱，贼陶醉，唱真好，真棒啊！唱的，鼓掌鼓掌，唱的好啊！哎。我真没想到你真是，你为什么就是学的这么像啊？为什么像？吉里，哎，我摁错了，我摁错了，摁错了，摁错了。万三儿把我，哇，他学的好像啊，嗯，是啊，对，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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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进你。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没有，我能听见，是啊，不是，没啥事没啥事，你听他们的，你听他们的怎么了呀？你还信他们？信他们信我，是不是？没事，那你为什么把那个摄像头关了呀？你开开啊。行。好好好好好。是是是是。什么？说好玩哈，是好，好玩。你现在那个躺着呢是吧？你在什么？他刚刚说什么？我觉得他是喝了，我也感觉他是喝了。你要是没喝点啥，你要是为什么把我麦关了呀？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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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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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对, 对，我说那个，你正常的话，你要是没喝点的话，你不会学我唱歌了，是吧？而且我唱歌也不是那样的。你唱歌不是这样的吗？你让观众朋友看一看。他不学了，不学。他学，他不可能。我唱歌不是这样的吧？夜哭着再起。你唱一个，你唱一个黑色幽默来。你唱一个黑色幽默。不懂你的黑色幽默，笑中只有在靠着我。晚安。改天见，真的，改天见。我现在去喝点儿，我刚刚没喝，但是你说的我也对想喝，拜拜，拜拜拜拜，我们碰个杯，哇天哪，没有，拜拜拜拜拜拜，走了走。这里骂人都不需要，这里骂人都不需要说脏话，只要唱歌就行了。祝你每天开心，海关，再见。祝你健康卫生，再见。干净又卫生，兄弟，祝你干净卫生啊！走了，乱了。行了，我切回来了。我怎么给切回来了？我咋切啊？我怎么切啊，这个？你看看关闭那个连线功能。我，哎，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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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唱歌像吗？不像吧。我没有吗？我没有吗？我那个是拍照的时候，然后
拍照的时候他那自己戴的帽。Articulate the feeling I'm going through. I just can't say I don't love you. Cause I love you. 海宽哥肯定不认识我了，我认识。我认识。哎呀，谢谢基里啊，谢谢基里的这个烟花，我谢谢你。是不是要养猫？嗯，我不养了，还是。你好凶啊，你好像个炮仗，你好像一个，你像个炸雷，你像个铁锤。那你认识我吗？我认识。认识我吧，我不认识你了。嗯。呀，谢谢是谁的爱的守护？这怎么是这样的呢？嗯嗯嗯。以后还会接古装吗？会啊，有机会都会的，有机会还是会接的。睡觉吧，我差不多也下了。我感觉呀，还是语音的比较好，是不是？要不我要是看弹幕，我就得这样看，我就得这样看弹幕。我这样，我要这样的呢，有声音又会不好。嗯，我是近视吗？对，我是近视。不行，再看啊，看看。来，我放最后一首歌，然后就下了啊。在黑夜，你可能对流年有些误解，让我们残留黑消失之前，音符都试着催眠，月光下等我们都被黑碎。 I don't wanna plan day of life,I don't wanna rise to your height. 你说月亮那么美，为什么要泪点缀？ I just wanna track off the eyes, I just wanna feel your eyes.
一会儿你催泪，在深夜不忙之前。在温暖还是独自去梦中惊醒我幻觉，才明白你怎么分开的那么轻易，明白之前我被嘲得不可透明，透明之前忘记你。 I don't want a blind day of life, I don't want to rush to your height，谢谢这个我们四个的主播，谢谢好了，我下了啊。我下了，拜拜，拜拜，晚安，拜拜拜拜。